钢琴神童朗朗与巩新亮从去年开始被多次拍到密会，但从未公开出面说明两人关系。昨日有媒体报道称，已从知情人处获得数张两人亲密照片，证实情侣关系。不过当记者求证此事时，巩新亮方面玩起了消失，朗朗一方明确地表示此乃恶搞的假新闻。是恶搞的，又恶搞的，对，又什么恶搞，这完全是炒作，你知道吗？没有任何想回应的意思。报道称，四年前朗朗与巩新亮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之后巩新亮很快地倾心于这位钢琴家。不过由于两人都是公众人物，四年来聚少离多，而以性感女神形象出道的巩新亮似乎与朗朗的父母心目中儿媳妇的传统标准有些差距。女人的性感不是摆在桌面上，如果你站在桌面上上感的不是买卖，那是猪肉，不是性感。我不知道我露出来的是性感还是猪肉，但我会继续走下去。老爸有标准吗？我现在还没想好了标准。那个，但是肯定得对我好，对我父母好嘛。